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爸，你们先坐着，我去换个衣服给你们做饭去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是不是我太用力捏疼你了呀？啊？喂，好嘞，我一会儿过去。没有，没有。爸，我有事去趟单位，和客人晚点回来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老公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哎，好，儿子，你等一下。爸，怎么了？路上要注意安全。爸，我知道了。儿子，爸回老家了。爸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平平安安，和你媳妇儿好好过日子。爸在这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里有你没我，今天咱俩必须走一个。别每天装出那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你去看看别人家的父母都给儿女留了多少财产，你再看看你，你给你儿子留什么了？啊！作为父亲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老公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我说我爸最近心情不好，脸色也差，原来都是被你所赐，你这个扔面兽心的东西。我爸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折磨他，让他做家务，你赶紧给我滚出这个家，滚了。儿子，别这样，只要你们过得好好的，爸受点委屈无所谓。强子，我从你一无所有陪到你现在，你现在让我走，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是没有让你住上高楼大厦，没有过上富态的生活，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你虐待我爸的理由。养有贵族之恩，也有白户之意。你现在就给我带上你的东西，从这家滚出去，滚了。爸，是儿子不孝，让你受苦了。